化身外物，从俄罗斯借回的小狗，竟是黄黄和弟弟的私生女。老粉都知道，我们在养黄黄前就定了老四想着有个小狗陪弟弟，结果去年十月天降黄黄，啊哒哒啊哒的跑来，结果老四变老五了。朋友看我们等了很久，老五没生，直接从俄罗斯的犬舍给我们带了一只回来，上个月就到北京了。但是照顾才才我们一直没空，就给他放了学校做药训了。收到的第一反应，黄黄的颜色，弟弟的样子，还有点像水豚。一回家干到我灵魂本性，展现的淋漓尽致。露露啊，这行为很难评，只能说一句欢迎水豚。